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。今天咱们在植物大战僵尸里面来玩一玩有趣的测试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铺满能量块的地图上放置同一个植物。本期我挑选了4名投手：卷心菜投手、玉米投手、西瓜投手，还有冰西瓜投手。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他们的战斗效果吧。好的，咱们本期的测试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